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美廉悠悠。今天带大家来看的是 Malibu 的 3A 座，一个两房半的单位，那么就实用面积576的，我们看看先啦。一入门就个玄关位的，那么玄关位就可以增加那个私隐度的。那这个就是个长方形厅，客饭厅很分明。我们去露台看看个景观先啦。哇，好靓喎！近少少就系足球训练学校，再后面少少就系将军澳南嘅城市景，同埋左手边就系将军澳湾嘅海景同埋山景，好丰富嘅。我哋去厨房睇下先啦 ，L 型嘅工作台。啲電器仲係好新淨，呢度仲有間咧工人房，佢係透門設計，好慳位。Malibu 咧就日出康城第五期嘅項目，佢咧就係由匯德豐發展嘅，咁總共有分三座，向海一字排開。每座就細分為 A 座同埋 B 座，每層就提供4至5伙嘅，總數有1600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由346尺至1344尺。呢個景觀咧同頭先呢個廳係一致嘅。咁呢個單位就介紹完啦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聯絡翻我悠悠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